哎，那不是樱桃姐吗？那不是网红樱桃姐吗？对啊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我给她。真的真的，这什么？你会给法拉院吗？樱桃姐，吓死我了！这不是网红樱桃姐吗？居然在五一广场遇到你了！你们这样吼太丢脸了啊！不想见，不要跟我一起。天哪，好好看啊！对呀，本人好好看啊，网红樱桃姐。真的吗？啊，对。是不是本人比视频里面更好看？对。是吧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亚军把我拍丑了，就每次拍摄的都是亚军把我拍丑了。我今天跟我妈一块出来逛街。哇，阿姨这么年轻啊！对，然后我妈明天就要回老家了，今天带着我妈来就是最繁华的地方长沙五一广场逛一逛，走吧，带你们一起逛。对了，樱桃姐，你是不是坐电商的？对啊。电商怎么做呢？点头像去，点头像去主页粉丝群就可以。走，今天带你们跟我一起去逛街，我带你们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偶遇粉丝带粉丝吃好吃的，走。就是你给吼一个吧，然后说我明天。